身边，因为今天请到的我们这位神秘嘉宾，他也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这么一个人。好，我们有请00年代黄雅莉来到大屏幕前。这样，雅莉，你就不跟娜扎合作，暂时跟我们的嘉宾邓飞合作，好吗？哦，好的。来，这样，我先把神秘嘉宾请出场，有请。好了，她是一位充满正能量的女演员。60秒开始。她是内地的吗？不是。那她是香港的吗？对。香港，她是演员吗？对。他是演员，他 TVB 的吗？对。他结婚了吗？他是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他有孩子吗？是有孩子。是和不是不能多说。是不是还唱歌？不是。那他在内地红吗？红。那他内地有拍戏吗？有。三十秒。拍戏的那个。他是一位漂亮妈妈，一位正能量演员。谁？他拍宫廷剧吗？对。A 的蔡少芬是吗？啊，真的是，赶快眼罩解开啊。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你好。OK， 先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00年代哈，拿到5分。其实今天少芬来这边，他知道你的事儿，他还带了礼物来，希望借助我们的节目的平台能把它拍卖。对，虽然不是很值钱，但是我想说，这幅画是在我驮着我的船儿的时候画的，然后我老公还有我还有我的孩子，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在那个风雨里面怎么去走路这样子。哎，也希望你们的那个免费午餐可以帮到更多小孩。谢谢。去这里。不光是蔡少芬啊，这个来到年代秀的很多的朋友都表示，也都为免费午餐计划做出了许多的贡献。我们来看一看。年代秀为免费午餐计划加油，为我们的孩子们加油打气，加油！好了，谢谢邓飞，再次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您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蔡少芬。谢谢。热情少芬。好。其实老公前不久刚来过，他在说你是阿朱和黄蓉的结合体。我老公从来没夸过我的。没夸过你啊。我觉得太幸福了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们，一个好老公应该是什么样的，跟大家传授的经验。说真的哈，我觉得一个好老公是一个非常就会体会老婆的一个男人，他愿意去改变自己。有些时候我说什么了，他会静静地听我说，然后还会体会我的现在的感受，然后不说其他的，就抱住我就算了，就是了。而且我老公是完全做得到的，所以他就是那个人。好幸福嘞。好了，蔡少芬的那么多的作品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，一个小集锦来看一看。难怪皇上会喜欢你，言语举动果然讨人喜欢。不过也好，虽是好事多磨，总算也守得云开见月明了。妹妹以后常来常往的，就拿这当自己的家，不必拘束。是。臣妾做不到啊！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憨妒，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，所以臣妾才会如此。佛口蛇心，你真是让朕恶心。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过了，大嫂。你叫我大嫂？对不起，应该是牛夫人。嗯，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，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欣然胜旧人了，叫人家牛夫人。小甜甜。哎，小甜甜，一个很棒的演员，你会怎么看？你认为自己是偶像派，是性格派？
实力派吧，我觉得，因为说真的，好像我老公曾说我漂亮，不是不漂亮，但也不是最漂亮那个，然后身材呢也不是非常好，也不说是不好，但是呢，你为什么不好要举着我的？然后呢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演戏那方面，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里面，所以他就觉得跟我也觉得就是实力派比较稳定一点吧。哎，实力派，现在来的演员都是实力派。对，我现在要隆重宣布，年代秀年度大戏即将上演，蔡少芬、姜超、胡亚杰、娜扎以及 me 一块儿进入化妆室化妆，大家稍微期待一下，来掌声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。宫廷大戏拿什么拯救你啊，我的娘娘！第二集第250场 ，Action！小钩子，小钩子，这娘娘去哪了？哟，娘娘您怎么就这么素颜就出来了呢？别说其他了，我的几指甲了。你的几指甲？你的几指甲？手指甲？你的行头？看好一点了。别弄疼您了。干嘛？我套上去觉得自己像鬼一样啊。娘娘，您就知道吗？您就必须有鬼力、鬼有威严，才能震慑住后宫那3600家。哪也是，你说的对。我们去花园里边溜达溜达。怎么了？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你给皇上请安。怎么在这儿看见你了？对你们像。干嘛你身边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呀？你现在妆也不输啊，妆也不化。啊，这么红了还不够啊？皇上，要不我们再去那边逛逛好吗？走，走走走，待着吧。我真想吃他一大红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振作，你要振作呀！何不找两个使节，跟他们身上取取经，背不住他们有什么妙招呢？哪也好，哎，去吧，快。哎，这。你怎么会找个猴子过来呀、报上名来，我是蒙古来的，我的名字叫陈古隆咚侯古隆咚侯德隆咚有味。皇后她叫有味道。有味道，有味道，叫远一点，远一点。你看看我们这皇上的皇后的美不美，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的？有味道，很有味道，很美，原味吧。那个但是有一点缺点的嘛。缺什么？哎，就以我们蒙古那边的审美，您太胖了。所以说你得减减肥了。你看看你自己吧。 你还叫人家减肥。我你好意思？你看我的腰身多苗条啊！哎呀，好有味，前咕噜咚咚，后咕噜咚，扭扭扭有味。你们想想，是什么样子的？好像神经病的。没，好好说完。那您说我们家皇后怎么才能练到你们这个有味儿？有味儿？跟我跳操吗？跳操？跳操的有味儿的吗？我不想跟他像在刚才这样，好丑哎！娘娘，大胆！娘娘。我跳多少天操啊？7749天啊！呸！不是，9981啊！呸！呸！跳一会儿，跳一会儿，49天，81天。娘娘要是跳这么多天，那后宫3000佳丽全让我一人管着，我管得了吗？跳一跳就好嘛！保安，把他拉出去！别！保安，拉出去！我的娘！拉出去！拉出去！可是，皇后娘娘，这实在您说怎么办？怎么才能把皇心给抓回来？把所有他身边的女人通通杀了就可以了吗？你去干，快！
欢迎蔡少芬来到我们的年代秀节目啊，这个跟我们一块进行了一场年度的大戏。谢谢少芬做个年代秀，谢谢，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再见，少芬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